检查一下大家的房间，因为我们今天要撤了，今天最后一天的展会，11号，所以说我们今天就离开我们住的地方，然后去展会。展会下午结束完以后，直接回 LA。嗯哼。Sitting by your side, sunlight gliding in the night, watching how the tide comes in. Dreaming of a boat setting sail all alone, heading for a paradise. 今天果断多穿了点衣服，就不冷了，你知道吗？那个时还是挺冷的。我们最后一天的展会，最后一日，第四日，对，准备进场了。好，你要去买稳定器啊？可以啊，没问题啊。我带你去啊。I'll read your thoughts out loud. In the golden hour, we're breaking like waves in the sea. And all the lies that drown in golden hours, and all our dreams feel so real. The time come over here.该买的东西也买齐了，不该买的明后天再说，现在先出去把别的事情先办完，然后我们下午2点钟的时候，对，他 NAB 就会撤展，然后接下去呢就是浪迹 LA 了，明天再见。哎，播报一遍，马上就不播了。刚刚广播播报了 NAB 秀2019的到此结束。记好那个每个馆背景的馆的编号，到时候明年就你搭了啊。吃一个饭，然后我们就要开车4个小时，再穿过15号公路的沙漠，回到洛杉矶。洛杉矶怎么念啊？叫 Los Angeles， 对 ，Los Angeles。这次 NAB 感觉没有往年那么丰富，所有的创新都是我们中国人的创新更多。老外呢，前两年是怎么样？我看到的，今年还是怎么样？来，让我们一起大喊一下。Made in China， 牛逼！好吧，那我们回到洛杉矶，应该就是晚上时间了。啊，看一下，继续跟大家分享。如果你想订阅我，而且如果你想追踪我最新影片，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我是摄影师陈文健。Peace。好，OK，导演。
到了 Chinatown 吃中餐，好困。那这边全部都是中餐馆和中国超市，哎，还有中国歌曲。非常的困。可以可以，还有闪光灯。我几几年可以看到？几几年？啊，两个月。啊，两个月就可以了，对对。啊，可以。海鲜酒家。Come over here.